新北市在107年8月成立了新北电竞基地，至今呢已经培养超过700人次的电竞产业新血。为了促使优秀的学员有机会进入相关产业就业，产官联手，今年度的基地崭新换新装，正式升级2.0。戴上专业电竞耳机，亲自挑战警匪射击。市长侯友宜宝刀未老，游戏中再度化身警察，朝着新北市电竞基地2.0的现场气氛。新北市的电竞基地今天升级2.0版，特别借这个机会来跟新北的在地最有实力的 AHQ 英雄联盟电竞团队互相来结盟，作为 HQ 为新北市电竞的代表队，产官联手在顶级版主题机种的透明机壳上签下大名，同时换上战服夹克，迎接新北电竞基地重新开幕。除了与在地职业电竞团队共同联名，象征双方未来紧密的合作关系，也找来相关软硬体大厂升级电竞摄影棚、导播间和多媒体电竞教室等专业空间设备，共同培育电竞专才。在整个国际竞争的舞台上，大家协力来推动新北电竞的产业跟人才，让新北市成为抛砖引玉、发光发热，带动电竞产业的龙头。基地在升级同时，今年5月数位学院也正式上线，跟预计下半年办理第一届国际赛事，让新北电竞产业再上一层楼。记者洪荣宏看新北市采访报道。与他相濡以沫，没选择。